这边刚落地，随便搜了一下物资，也是听到脸上有脚步，听到他要跑我们育苗门口打提前枪，也是打中一枪，咱们直接追上去。周围的房子都找遍了，他没露脚步，咱们捏假雷继续试探，还是没有露脚步。终于找到你了，看我怎么拿捏你。战神哥跳枪牛逼，这边也是被假车库的人挨揍了，这还能忍吗？咱们直接顶他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育你。他也是扔雷了，咱们往后面跑躲一下雷，左右两边各封一个烟，让他分不清我们的位置。这个赛季也是接近尾声了，下赛季不想努力的老板火速滴滴白菜价，他来了，马枪牛逼，国际礼仪牛逼。这边也是来到了 G 港驾车库，下车先来一个单排特色假雷，他来了，单排特色牛逼。这边脸上也是有一个人，继续捏假雷，走人机步让他以为雷还没松手。我的800万呼吸耳机也是听到了，他在阳台大跳掩盖脚步，不想努力看主页。